卢主席真是有大将风范，今天晚上就要宣布起义了，还有闲心在这花园中品茶。宋先生又在说我的笑话了。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行动了，我是怕沈醉那伙人窃听电话，所以才躲到花园里来，当面向参与此事的人下达命令。张群乘坐的飞机就要在乌加坝机场降落了，您看派谁去机场迎接他？派杨文清和杨世生代表我去机场迎接，接下来把张月军接到我的新公馆。那还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呢？第一，我已经密令守卫机场的副师长邹古军封存油库，扣留飞机。第二，剪断张群与外界联络的电话线。第三，我在释放烟雾弹，大张旗鼓地宴请各国驻昆明的领事。接下来嘛，这起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五华山上升起第一面国旗，可我们谁都没见过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。我想你是有办法的，就交给你去办吧。好，可由谁去感知这第一面国旗呢？据我所知，你的妻妹席淑芳女士和中共有关系，就交给她去感知吧。哦，好，你先向二位交代任务吧，我告辞了。好。报告，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前来报道。报告，随署警卫营营长龙云清前来报道。你们二位先坐下。是。第一件事，为了三亿父老免遭涂炭之灾，我决定宣布昆明起义。好。好。第二件事，今晚九时，我召集李弥、余承万、沈醉等人到这里开会，到时候你们要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扣下来。是。具体的分工是，你们一个在室内负责不准进来的人逃走，一个在室外负责把他们的随从人员全部缴械，同时也要把他们开来的汽车全部扣下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至于张群那边，你们接到我电话以后，只要把我新公馆的电话线剪断，不准他们出去就行了。是。喂，你是马副主任吗？陆主席，我是马英。请你立即发个通知，约李弥、余承万、龙泽慧三位军长，以及宪兵西南分区指挥李存藩、宪兵西南分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、空军第五路司令沈延世、随署保防处长沈醉、随署参谋长谢崇文和你，于今晚九时准时到我公馆开会。陆主席，那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西南最高军政长官张月军到后，一起研究云南的防务大事。请放心，我立即遵办。记住，通知人员必须到会，但你和龙泽慧、谢崇文三人届时不必来，懂吗？我懂了。陆主席，二十六军师长师部天在昆明，也列入开会名单吗？列入。马副主任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今天这个事情必须做好，不得有半点疏漏。是。张月军应该下飞机了吧？龙军长，你既是卢汉的军事主力，又是总裁的得意门生啊，心里要有个数啊，在此危难之际要上下保持一致啊。请张长官放心，我一定遵照校长的指示办事。好。杨志生先生啊，
卢主席还好吧？好，他听说您再次莅临昆明，十分高兴，让我陪同您住在新的卢公馆。啊，他还有什么安排吗？他明确指示，让我先陪张月供休息，他一等招待各国驻昆明的领事活动结束了，就前来拜访。好，哈哈，龙局长，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啊？把张长官安排住下之后，我就去找卢主席，当面转达校长对他的寄望。好。姐夫，我回来了。张玉军到了吗？来了。好，他来了就好。泽辉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今日张长官李坤定今日下午九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，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需先行分别列举，到时会自行呈出特此通告。我把你和马英谢崇文也列到通知名单了，届时你们三个人不必来。为什么呢？今晚十时就要行动。是要起义吗？对。那我们的部队呢？我已经调动完毕，这是你九十三军各师的布防图。你立即赶往省府五华山坐镇。是。你赶到五华山以后，立即召集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、随署警卫营营长龙云清开会，向他们二人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。是。张长官，卢主席专门请人为您做了一碗地道的过桥米线，一碗吃下去包您浑身出汗。可笑，时下我就缺这碗米线。喂，我是张群。李军兄，刚才昆明的空军告诉我，卢汉不仅封存了汽油，还扣留了飞机。啊，我不清楚啊。报告还说，自你的飞机降落昆明之后，他已经扣留了13架飞机，必须查清楚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我这就去质问卢汉。哎，好，哎，好好，这什么意思吗？这都怎么回事？这是，我不清楚。那你去找你们卢主席，让他赶紧过来，我有话说。对不起，卢主席今晚招待各国驻滇领事，可是散后他就会来见长官的。亲爱的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锦及夫人，亲爱的英国驻滇总领事海明威及夫人，亲爱的法国驻滇总领事戴国栋及夫人，亲爱的出席今晚盛宴的中外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真诚地欢迎你们的光临。诸位十分清楚，我国正处在一个危难时期，我们云南
也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抉择。为了三姨父老的身家性命，也为了我们苦难的祖国尽快从水深火热之中走出，希望美国、英国、法国以及所有友好的国家继续支持我们。请诸位端起你们的酒杯，为了国家与国家的平等，也为了人与人的博爱，干杯。现在是8:30，徐营长、龙营长，该你们二位登台了。我再次重申，徐营长负责解决军政大员的随从、保镖。嗯。龙营长负责解决出席会议的军政大员。记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就是一定要剪断张群居住地和外界通讯联系的所有电话线路。是是。今晚的任务非常的重要，你们二位要沉着应对，不要轻易开枪。是是。立定，向左转。报告，集合完毕。按计划行动。是。向右转，毫不走。欢迎李军长驾到。有人来了吗？报告李军长，您是第一位到的军座。出席会议都不准时，军人的不是。请留步，请把车开到后面去。这位同仁，大冷天的，请跟我这位兄弟到后面喝茶休息。哟，谢谢了啊，请这边走。欢迎沈站长驾到。今天晚上卢公馆为什么这么安静？卢主席当面指示，时下是非常时期，为了确保出席会议的军政大员绝对安全，所以我们得格外的当心。卢主席想得可真周到。不周到不行啊。沈站长请。请留步，请这位兄弟到那边喝茶休息。诶，卢公馆今天晚上的门风都变了，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？卢主席亲自吩咐的，不客气能行吗？请。我看你们这些秋后的蚂蚱还能蹦得几天。还没到，应该是到，再等一等。这不是卢主席的风格。这几年每次开会，他都是提前到会议室的。提前到。诸位，方才卢主席刚办完一场招待宴会，他正在换装呢。那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？是啊。石市长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于军长，我肚子突然疼得厉害，我得回去看看医生。有您啊，参加会议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请石市长再等一会儿，卢主席马上就到。可我肚子疼得厉害啊。那也必须留下。请诸位大员再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请卢主席。卢主席指示，马上动手。好。
我再重申一遍，虽然你们二位在不同的地方动手，可都要做到干净利索，最好不要开枪。是，开始吧。把枪交出来！枪交出来！快点！再动我打死！都老实点，把他们押到餐厅候审。走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走！走！这太危险了，你等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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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卢营长，没有武器。你们搞什么名堂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了。徐营长，龙营长，你们为云南的新生立了大功，我要给你们重奖。谢谢卢主席。现在我就要到省府去宣布起义的事了，你们要负责把李弥他们送到五华山光复楼四楼上，派人监视起来。是，前提是不准发生意外，必须全部安全的送到五华山光复楼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一辆车一次只送一个人，被押送的人员主要是七个，你们就分七次送完，就按照这个顺序押送完。是。是，马英副主任，在。你是否已经派人到省市各电台、各总机监视电话和电报？报告卢主席，按照您的命令，我已经分派完毕。你立即在通令机场封存油库，务必扣留张群飞抵昆明的那四架飞机。我已经做了妥善安排。起义通电宣言修改好了吗？遵照你的意见，我已经和杨文清等秀才修改完毕。龙泽慧军长，在。昆明全市的军事防务准备情况如何？报告，奈小青副军长遵照您的命令全部布防完毕。你作为93军的军长，亲自检查过了吗？报告，全部检查完毕。很好。宋一恒先生，在。你的妻妹席淑芳女士负责赶制的五星红旗完成了吗？卢主席，已经完成。由于没有见过五星红旗的样式，不知道符不符合要求。我也不清楚。我决定明天清晨就在五花山上升起这面五星红旗。哎呀太好了，五星红旗了。今天晚上是非常时期，诸位要各负其责，绝不允许有半点偏差，谁贻误容机，军法从事。是。12月9日晚10点钟，
我宣布云南起义了。哎呀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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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必须要赶到电台去录音，明天清晨播发由我亲自发布的禁言令。与此同时，我下令用预约的密码向西康的刘文辉先生、向四川的潘文华先生、邓锡侯先生发电通报，不仅希望他们采取统一的步骤举行起义，而且还希望他们逮捕蒋介石，实现大西南诸省的和平解放。我们退到彭县龙兴寺以后，我立即组织了由中共同志、民革民盟同志参加的一个政治小组，商讨起义的诸多问题。好，下面由小张同志先向我们报告一下有关情况吧。好，时下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你们三位长者立足今天，也就是12月9日，从彭县向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发出通电，宣布起义，可有的人不同意。他们的理由呢？他们认为解放军距离成都尚远，蒋军的军事压力很大，主张从缓。我坚决反对，请你向政治小组转告我的意见。我们从成都出走，就表示我们三个人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，势不两立吗？告诉他们绝不会因为我们缓发几天起义宣言，蒋某人就会放过我们。对，搞不好的话还为蒋某人提供了军事打击或分化瓦解的机会。对，小张同志，请你向政治小组转告我们三个人的意见，通电起义绝不能延后。是。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呢？啊，再有就是对通电宣言的措辞有不同的看法。是对我在成都拟好的那篇文稿？是的，他们不赞同称蒋介石为蒋贼，理由嘛是简单的，他们说前几天我们还称蒋委员长，而今天就像蒋贼，从感情上有点通不过。一定是那些耍笔杆子的秀才说的，对吧？实事求是的说，是有不少秀才是这么看的。哼，这真应了那句老话，秀才造反是三年不成啊。他们只知道昔日的什么感情，可就不清楚今天我们一旦宣布起义，就与蒋介石变成势不两立了。告诉他们，声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不能改，自今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，不能改。对，一个字都不能改。一个字不能改。这样一来，可能有的人就不在起义宣言上签字了。没关系，就由我们三个人来领衔签字吧。报告，云南的卢汉发来绝密电报。这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二位快看，卢汉于今晚十时宣布起义了。可卢汉希望我们能扣押蒋介石，那是办不到的。是啊，我们一定要敢为天下先。我提议请小张同志立即向北京、向刘伯承、邓小平发报，我们于12月9日起义了。好啊，可是我们没有直发北京的密码啊。那就先发至雅安吧，请王少春同志转发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。但是签发的日期啊，依然是12月9日。对，12月9日。昆明吗？请给我转张群张长官。线路故障，这不可能。这不可能。父亲，彭县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立即通知毛人凤，要他务必破译李文辉和卢汉之间的电文。是。等等，父亲，是先去备车。父亲想去看
看看成都的夜景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只有静观着凄凉的成都夜景，才能参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啊。静儿，愿聆听父亲的教诲。成都古城戎城，乃蜀国之都，或许是天府之国的富有所致，这绝不是立国之地。因此当年抗日军心，中央政府宁可迁到比较贫穷的重庆，也不会选择这富足的成都作为陪都啊，知道吗？当年刘备屠川，他首先想的就是出川东征，成就霸业，因此选择了巴蜀人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山城一带为都，从此造就了蜀国的强大。是后来拉倒刘禅定居成都，天天是吃喝玩乐，最后导致了蜀国的灭亡。父亲，静儿知道了您带我来看成都夜景的真实用意。父亲现在面对这无力回天的危局，只有选择退守台湾一路可走。可我多么希望我的金儿是忠心汉室的刘光武，绝不能做乐不思蜀的阿斗刘禅。你知道这崇礼阁有一副很有名的长联吗？听说过。打着点头，让父亲看看这副清人中音坊的长联。是。几层楼独乘东面风，同近水遥山公章画谱，聚葱凌雪，散白河烟，红丹景霞，染青衣雾。时而诗人吊古，时而猛士愁边，只可怜花蕊飘零，早埋了春闺宝镜，琵琶寂寞，空留着绿野香坟。对此茫茫，百感交集，笑憨蝴蝶总贪迷，醉梦乡中。是从绝顶高呼，问问问，这半江月谁家之物。写得好，
写得好啊。好在哪儿？告诉父亲，你最喜欢上联中的哪一句？侍从，绝顶高呼。问，问，问，这半江月，谁家之物？来，看看下联。千年事，屡换四川局。尽鸿篇巨制，庄严英雄。月岗上龙，陨坡前凤。卧关下虎，您井底蛙。忽然铁马金戈，忽然银声玉笛。倒不若长歌短赋，抛洒些闲恨闲愁，去见回廊，消受得好风好雨。借雨簇簇，四海无归。跳死猢狲，终落在乾坤套里。且向危梯俯首，看，看，看，那一块云，是我的天。父亲，父亲，在下联当中，您最喜欢哪句呢？借雨簇簇，四海无归。跳死猢狲，终落在乾坤套里。且向危梯俯首，看，看，看，那一块云，是我的天。明白了，静儿全都明白了。未来，你我父子，无论是四海无归，还是跳死猢狲，都要跳出这乾坤套里，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。静儿记住了。因此，从明天起，你就必须要掌握昆明的卢汉、四川的邓锡侯、西康的刘文辉他们的一切动向。是。回去吧，静儿。兹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，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，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，反动中央政府，宣布云南全境解放，发布命令如下：一，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应深明大义，停止抵抗，一律住在原地，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改变。二，驻滇人民解放军或民间义勇自卫军应驻扎原地，维护地方秩序，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处理。三，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，照旧维持地方秩序，听候人民政府接管。四，全省民众应各安生产，倘有不遵守命令，乘机扰乱破坏，损害人民利益者，定于严惩，绝不宽待。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。姐夫，
你在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我全都听到了，必将在昆明各界人民心中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。泽辉，你提前安排李弥、于承万、沈醉他们听了吗？听了。他们反应如何？大多数人认为你的起义是大势所趋。少数人呢？像李弥吧，他就一言不发。这是我签名向中共中央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周恩来总理以及全军全国发表的起义通电全文，如果他们同意签名，其影响将会是非常大的。好，我这就去让他们签名去。嗯，姐夫，我建议这本有李弥、于承万、沈醉等人签名的起义通电仍由电台播发，除去起到安定民心军心的作用外，也让我们的蒋校长听一听。诸位，这是卢主席审定并带头签字的起义宣言，他让我向诸位讲明，同意宣言者在上面签字就是人民，反对宣言并拒绝签字者将按战犯论处。请吧，诸位。第一个签字，什么东西？要起义，老子自己不会搞，何必等着别人牵着鼻子走？李学长火气不小啊。下边谁还同意在通电宣言上签名啊？龙军长，为了表达我对起义的诚意，除了本人签字以外，我准备颁布一道通令，让昆明军统所属人员停止一切活动，并且缴出武器和所有的电讯器材。很好，请。解放，大义昭然，举国肃以归心，仁者终于无敌。抗战八年，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夷，革命原有历史，响应何感后人，不亦胜利抚临。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，排斥异己，遂发生云南政变，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戍东北，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，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。
人民革命洪流时已席卷地下，解放全滇有如日月惊天，江河行地，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。这就是我卢汉戎马一生的归宿啊！三亿父老，全国人民听后会怎么想？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周总理听后会怎么想？龙老主席听后会怎么想？蒋氏父子听后又会怎么想呢？功勋为上升，功成。